大家好，我是阿勋，刚刚收大网回来嘛，然后今天挺不错的，收了两条大鱼，明天岳父生日嘛，然后留着明天吃大餐，然后看一下这两条，抓一条油斑鱼，这条大的，然后这条价格的话，可能现在在一公斤可能100多块吧。这个鱼长得跟那个鲈鳗鱼挺相似的，不认识的都以为是鲈鳗鱼，然后这条就其实就是银龙鱼嘛，我们叫银龙鱼嘛，也叫油斑，感觉挺沉的，可能7-8斤重。然后今天这条运气算好的，这鱼吃火锅也行，然后这蒸也行。这条黑鲷就大了，看。今天抓的黑鲷就这条最大了，看，这条可能也得1-2公斤重的，很沉的，然后肚子肥肥的，这条挺肥的，都是野生的，这两条都不卖了，就留着明天嘛，岳父生日吃火锅的时候可以吃的，然后就不用去跟人家买了，然后咱们这条至少也是纯野生的嘛，然后这条要先放在网箱里面，然后要放到明天了，明天的话它还是活着的嘛，先放着这个跟那个小鱼放在一起留下去的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